如果各位有一直在看我们的新闻频道的话，就会知道我们其实是非常支持我们的执法人员的。我们认为执法人员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必要的，他们保护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权利，让我们可以去上班，不用24小时在家里拿着枪保护我们的财产。他们曾经宣誓效忠宪法以及美国的国旗，要来保护我们的自由，来避免一个极权的政府来压迫我们，直到他们变成政府的走狗，滥用公权力来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而且帮助政府来压迫我们。刚刚那个人犯了什么错？就是他在加油站显示数字的地方贴了拜登的 I did that 的贴纸，没有错。现在在美国，你可以公开的抢一间珠宝店，打砸抢，破坏公物，烧警车，嫖妓，犯奸淫，吸毒，对父母说谎，使用媒体散播假数据来逼人戴口罩，打疫苗，世界上面所有说你不可以做的事情你都可以做，但是你不可以嘲笑我们伟大的领导 Joe Biden。 我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支持警察的，但是当警察在保护自己的饭碗而打压我们这些纳税人的时候，就连我 Ethan 也非常想要 defund the police。 我是 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在节目继续前，现在安插一段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个人身体都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让有毒的物质在你的身边。例如擦指甲油的时候，指甲油就要使用无毒无害无动物测试 10-free 的 Niji Nails。 人要活得健康漂亮，可以从小处做起。 Niji Nails 颜色众多，带亮片没有带亮片的，亮面的雾面的，你想要有什么颜色就可以有什么颜色。 100% made in USA， 现在就去他们的官网 www.nijila.com 选购他们的商品，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AINews10 就可以享受 10% off 的优惠。 Niji Nails 的指甲很安全，连小孩都可以使用哦。而且母亲节快到了，就是下个月，像我这种没有特别浪漫的人，不知道每年要送妈妈什么东西， Niji Nails 非常贴心的推出 Mother's Day Collection， 是跟最强的最美的神力女超人 Wonder Woman 的同色系搭配。今年就送妈妈一套神力女超人的 Mother's Day Collection， 来感谢你这一生当中最重要对你最好最爱你的神力女超人吧。刚刚那位宾州的老阿公以拒捕、行为不检、骚扰以及刑事恶作剧起诉，我们可以完全了解为什么他会不爽。我们的油价已经到了无法接受的地步了。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极权国家的话，请三思而后行。我们活在一个跟我们认知完全颠倒的世界。我小时候对于美国政治的理解是，共和党是推崇小政府，然后还有支持大集团大公司的，这个党永远跟那些有钱的人站在一起打压劳工。这个党执政的话，他们会废除各式各样保护劳工的规定，而且大公司会永远不用付税，而且这个党永远都想要更降低税收。相反的，民主党就是一个大政府的，民主党要的就是要打击这些贪婪的大公司大集团。现在这个状况是完全相反的啊。在网络上很多人跟我之前的想法一样，但是接下来这个新闻就可以告诉你现在我们美国的状态。上个星期在佛州，共和党透过了一个法案，把迪士尼在佛州某些权力夺走了。迪士尼大概是整个佛州权力最大的集团，而且这个法律会提高迪士尼的赋税，而且会重新制定迪士尼跟佛州的关系。只因为迪士尼对佛州的政府保护幼稚园的小孩不可以接受变性人的思想教育，那这又是一个不同的方向了。因为在我小时候，民主党才是一天到晚为了什么社会议题攻击大公司的，共和党就是一群孬种什么都不做。
现在是共和党在做这些事情，重新夺回这些社会议题的主导权，被大公司攻击，而且两倍的反击。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原本大政府、社会主义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的间谍都跟大公司走在一起了。公开的共产主义人士 Bernie Sanders 的办公室的秘书现在也跟迪士尼站在一起。 I mean, this is ridiculous. And I know bashing corporations is popular left and right these days. I'd be careful going. Oh, my money is on the Disney lobbyists, honey. Would you my money is on the Disney lobbyists. Do you think those state legislators down in Florida are going to bend to the will of the governor? Did you see what Jared Polis said? He'd love a Rocky Mountain Disney. But by the way, the Florida legislature, the state senate, just passed this bill to strip Disney of its special access. 我跟迪士尼这间大公司站在一起啊！那你一直在推崇的社会主义嘞？你的 own nothing and be happy 咧，左派现在跟大公司站在一起来抵抗政府，这个是马克思要的吗？会是列宁要的吗？会是东方的红太阳毛泽东会要的吗？不管怎么样，社会主义最终都会自我摧残，然后最后灭亡，这个是已经被证实好多次的科学理论了。